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知青网这个平台，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和共同学习一下，就是知乎检测的那个在各个方面的一个检测技术。我今天呢主要介绍一下知乎我们在乳品检测方面的一些应用。那个我们中心呢是主要做的就是那个乳品的一些检测。可能偏向的比较多的还是就是原料奶方面的检测。我们中心呢，其实目前来说的话呢，是农业部的这个质检中心，同时呢，我们还做一些科研方面的工作，主要做一些奶产品的一些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方面的一些工作。在我后面的一些讲座中呢，可能就是我们所有涉及到的一些方法或什么的，都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小的一些应用。可能就是说比较注重一些就是使用的这个方面，就是2008年呀，这个事件以后呀，我觉得是对中国奶业的一个说是冲击也好，但是也更多的展示的是一个契机，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就是在关于生鲜类也好，各方面关于奶的这个监测监管方面的话，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就是原来的监管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并不像现在这样，就是说有章法，而且现在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国家层面非常重视的一个程度上面。像这个就是应运而生的话，就目前来也到现在来开始的话，比较重要的我们有就对于企业来说的话，一个企业生产应运而生方面的一个审查细则。这个细则来说的话呢，对于就是审查制度方面上，对于我们这个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这个企业来说的话，首先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它有自建的一个牧场。做自建牧场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说要求婴幼儿配方乳粉必须要有自建牧场。针对这个情况来说呢，因为婴儿配方乳粉，用国内的企业来说的话，主要是以生乳为这个生产的原料。因此的话呢，就是说，从食安办的下达的文件也好，然后一直传达到农业部也好，对目前以生鲜乳就是为生产的企业的话呢，自建牧场目前在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排查的一个情况。首先呢，就是要求在资金和那个政策上要大力支持，就是说鼓励他们来这。自建一个规模化牧场，或者说来参与一些牧场的一个收购。另外来说呢，对进所有的这个货物来说的话呢，因为我们在做配方奶粉的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原料，要进行逐批这一个检查制度。这个所有的原料方面都要符合这个1031的一个规定，还有这个出厂的时候还要符合这个地基要求的各种规定。在这个要求里面，还要求就是我们说所有生产的企业，这个婴儿配方奶粉的全项目必须实行自检，不合格的产品是不允许来出厂的。那全部要求自检的话呢，就是要求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有所有项目的所有的检测设备都要进行具备，而且来说的话呢，一些快速的检测设备来说也可以应用，但是呢需要通过要进行一个比对。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政策呢，就是企业生产制品的一个这个资本审查的一个条件的一个细则。这个上面来说的话呢，要求呢就是我们并不要求像婴儿配方乳粉的企业像全部项目要自检的，这个是可以部分自检的。同时，这个部分自检的话呢，是需要有相应的检验设备的。但是同时来说的话呢，也要求了就是三家是负责给测检验的，还有呢就是全体乳粉企业的也是负责给测检验的。快速设备还是同样是允许的，但是呢，同样是在使用快速设备的时候呢，这个设备要跟国家的方法进行一个比对。同时，这个阳性样品呢，必须要国标方法进行一个确认。那有这么多的这个政策法规限制着我们，那对于我们各个乳品企业，我们乳品检测实验室来说的话，反正我就是相当的一个反动的。那我们首先要注意安全，安全的话呢，现在有各种的污染物、农药、兽药、无菌毒素的污染物，还有一些有菌添加物。
看在现在疫情的国家都有在严厉打击的三聚氰胺，这个羟氟氨酸，还有一些的就是食品添加剂，一些防腐剂，这个粘稠剂、甜味剂、三分香料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要十分注意的。另外来说的话，我们如新型的电池还要注意的就是营养方面的一些准备啊，包括我们知道的这个维生素、蛋白，这个等等膳食纤维，那个各种核苷酸，这些也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个自己的实验室啊要做的一些事情。同时来说，我们还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研发。研发的话呢，在研究我们企业的一个新产品，同时呢，还要对竞争这个产品接手的一个产品进行一个研究。在这个婴儿脂肪乳粉的这个审查细则里面，在有明确的要求，就是这个婴儿脂肪乳粉企业呀、要有自主研发的一个机构，然后对人员的要求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实验室啊要有尊重和研发新产品的一个能力，同时还要对所有的可能产生的这个问题进行风险的一个评估和监测，要有这个能力。所以就我们如今选择实验室的这个人员和资金设施各方面都到了一个更高的要求。那在2010年，这个卫生部公布了这个这个国家标准的话呢，公布了有66项的一个国家标准，其中最具争议或者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可能就是这个 CP标准301，就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生乳。这个里面涉及到了大概有69项的一个指标，所以其中就是有菌敏毒素呀、感官指标、乙化指标、微生物指标，还有农兽药，还有污染物大概就是有69项的一个指标。为什么说大概呢？就是后面大概我要会介绍，因为它有很多的指标都是要求分型这个 CP2761 呀等等的，所以总体来说我归纳一下大概是有69项。我们这个生乳国家安全标准来说的话呢，它一共有6大类进行了分类。一个就是感官指标，它注重的其实就是在营养和卫生指标都进行了一个规定。像感官指标的话呢，主要来说的话呢，它注重了营养安全和食用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水平。乙化指标主要尊重的是营养性的一个要求，像这个污染物、菌毒素、微生物、农兽药等等的，它更注重的是一个安全性和可食用性。所有的国家的关于生乳的标准，我们国家应该说是指标最多最严格的。因为像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来说的话，他们更偏重的是一些营养指标的一些，就是是否能达到营养指标，他们这些上面有些限定。但是我国或者说我们因为代表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这个牛奶来说的话，它的标准他同时还要很关注的就是一个安全指标，这也是一个区别。这个我们2010年颁布的这些关于乳制品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来说的话呢，归纳了一下，可能可以用到这个食谱的大概是有这么多。但是刚才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颁布的这些关于乳品的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来说啊，主要来说都是用的是液氮呀、气氮呀这种基础的一些方法，涉及到就是说质谱的方法并不是很多。但是呢，它能不能用质谱来开展呢？是可以的，就是大部分的指标其实是可以用质谱来开展的。但是对于我们从人力或者是说基础检验来说的话啊，这可能会耗费一定的这个资金，或者说这个比较昂贵。所以呢，在生产安全国家标准来说，可能它也有这个考虑。然后呢，再加上它是整合了原先的一个标准，所以呢，质谱相应的一个方法相应还比较少。但是呢，我们也是可以用质谱的方法来扩展的，因为现在质谱也比较热门，那个大家这个都愿意用质谱来做一些事情哈。这个可能相对于传统的这个气象液象的方法，这个能更能起到这个定性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像我们实验室来说的话呢，用的开发的所有的方法，就是目前来说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主要是偏重于实用方面。我们在开发的就是首先来说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月子联用仪做的生乳中38种受药残留的一个检测。当然现在来说的话，用质谱做受药残留，这个是很大家农受药残留哈，都一做都做是几百种或什么的，这个是很多很多种。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优势，我给大家也要这个共同学习，这么介绍一下。就是受药残留它有什么意义呢？就是
一般牛奶中的瘦药残留啊，一般是指奶牛在使用瘦药后，它内乳进入乳中的药的原型，或者是有毒血意义的一个代谢物和杂质。这个主要是来说呢，就是在奶牛在喂食过程中啊，因为生病嘛，像人生病一样，就是生病是很正常的，对奶牛用药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大家对说这个瘦药残留说给牛用药呀，或什么要抱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态度。但是呢，主要是在喂的过程中啊，有滥用和乱用，不遵守需要期的这些个现象，所以呢来说的话呢，就会有一部分的药残留可能会进入到牛奶里面。所以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对食品安全注重的比较特殊，所以对我国的奶业发展呢，可能有一些不利的因素。摄入弱瘦药残留来说的话，我刚才说了，首先来说，可能最主要的是来源于没有严格的执行需要期，因为农业部的这个二项条规公告上面有很明确的规定，就哪些瘦药是不允许使用，哪些是要执行多少的需要期的。还有一些就是非法使用的一些违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这个几期促生啊这一类的药物，还有一个就是使用方法不当的一些药物，用药的剂量呀，因为这个是一个就是瘦药的使用是一个，也是因为这个，因为很多以我国这个畜牧的这个发展或者情况来看，有很多的原来说啊，有很多的这个牧场是没有专门的一个兽医师或者什么的，所以呢，他在用药的剂量方面和用药的部位啊等等这方面，他并没有很明确的指导，所以存在一个乱用的一个现象。还有呢，就是说在牛奶保鲜这个中的一些违禁使用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像我们也把它归到，其实也算违禁添加了这些东西，就是说像甲醛呀、或氧化氢啊这些东西啊，我们国家一直在严厉打击的。还有就是说环境导致的这个药物残留，比如说这个牛的这个牛舍的粪池中啊、废水中、污水中这些有一些药物残留，会污染一些牛奶。还有一些现在使用的一些解抗剂。就是说这个牛打了这个抗生素以后，为了帮这个质检部门查出来里面有抗生素，会用一些解抗剂，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查出有抗生素了，这一类的东西可能会有一些。对于它的危害来说的话，那一般来说是没有急性毒性的，主要是以牛奶或者是奶粉为主要食物的诱饵或者是亚健康群体，可能会有一些危害。对我们正常人来说的话，长期的饮用这个含有瘦药的这个牛奶的话，也许还有可能就是紊乱这个肠道菌群啊，还有就是产生耐药性的一个情况。这个其他的一些危害呢，我也不在这儿就是说这个详细介绍了，大家可能在通过各方面都会有这个了解。目前来说，我们在做这个方法之前呢来说的话，我们要查大量的资料。目前来说呢，全球来说哈，大概在牛奶中有限量的这个瘦药大概是有127种。目前我国2035号公告里面的话呢，主要限制的是49种。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并不是特别低，但是也不是特别高啊。就日本和欧盟限定的比较多，我国还算可以了。这个127种瘦药类里面来说啊，就是我们对它进行了分类，大概就分那个7大类啊，主要是以抗生素类的为主，大概有72种。这些的瘦药残留来说的话呢，在不同的标准里面，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要求的。像我国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食品标准301来说的话，它提出瘦药残留要符合农业部2035号的规定。其他的一些目前所列的一些标准呢，还有一些就是详细提出的要求，但是只有说这个生乳中，目前来说这个标准中限定的是比较多的，说这个符合2035号公告。2035号公告来说的话呢，它有两个附录，它主要是就有一个附录一，它主要是说不需要制定限量的，但不明确指出秘乳奶牛是不允许使用的，限量有5种。还有就是附录二就允许使用，但是需要制定限量的大概是4种。还有一些就是有规定的，但是呢有限量的大概是49种。我们把这些就是127种的分，这个全世界的这127种需要进行分类，然后这个同时把我们比较关注的72种的这个瘦药，然后也进行了一些分类。我们查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大家可以发现，目前上用瘦药来说，大部分都是用质谱的方法来做的，主要都是用叶片用引力来做，相关的这个文献方法也很多。同时我们国家管食新剂的标准还是这个
进出口的这个标准，同时用做夜市的方法的这个标准也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个方法的优点是在这儿，是在这儿，因为目前来说的话呢，各个国家或者说这个塑料的检测的标准中，主要都是针对的是几种或三种的这个塑料来进行检测的，就是比较缺少是多层流多种类型的塑料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在刚才就是给大家讲一个背景方面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跟那个其他国家的组织相比来说的话呢，就是因为主要牛奶这个塑料材料监控体系并不是很完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高效的快速的一个检测方法。这个方法的话呢，最好要涵盖多种类的一个塑料，所以呢我们这个方法做的这个塑料里面，从上述的基于上述的一个背景来说的话呢，一共可以检测14种的多酚一酰胺类的一个塑料，还有8种喷诺酮类的塑料和8种磺胺类的一个塑料，5种复合素的塑料，还有3种的大团粒酯类的，这一共是有38种。和其他的方法，就是说因为刚才也说了，其他的方法主要还是针对同类的塑料来进行测定的，我们这可以测不同种类的一个塑料。这个塑料的话呢，主要选择方面呢，还是同时参考了我国欧盟和 CEC 的一个标准现状的一个规定来进行的啊。这个就是一共就是有这么38种。那所以说最终选择这38种作为一个对象呢，主要是它利益多得，而且我们根据行业的要求来看，把它比较广泛使用的。另外，在国内外还是有限量要求的。在方法进行开发的时候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但是经过了大量的摸索，最终的来说的话，从这样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步骤，就是首先来说取一克的一个牛奶，加上这个 0.5 毫升的水和3毫升乙精来进行了一个提取。这块来说的话呢，就相当于就我们一克牛奶加 0.5 毫升水加3毫升乙精，大概是相当于 70% 的乙精来进行提取的。那么这块在提取的时候发现，就说我们乙精的量如果是大一些或大的话呢，呈现上的就会过快，然后对就是回收率和呈现性都是比较有影响的。当我们把这个量做得太低的时候呢，就蛋白呈现的就时间比较久，这样就不完全，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一个盖碗的方法。我们就离心以后呢，就是蘸锥，然后呢用磷酸盐调 pH 值，然后呢就是用 Waters 的这个 H2O 来进行这个互相萃取。最后的时候呢，是用1:1的溶解来进行起锅的，最后来说来上这个 RCMAX 来进行测定。这个里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加入这个磷酸盐反应溶液来进行一个提取啊？这要上桌之前啊，要加入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在方法摸索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就是在激素素类的这个抗生素，它这个如果不拿去这个反应溶液来进行一下调节的话，它的这个副产就挂不住啊。那最后来说的话，我们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体系。最终起托的来说也是，最后发现用1:1的精水，然后这也是经过一次摸索，然后最后发现这个是从照顾了不同的这么多的种类，然后这么多个数的一个数量来说的话，这是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方法。可能对于单种类来说的话，就相对好一点，因为种类可能就相似一点。但这个的话，就是说这个种类太多，然后这个化学性质相差的有点远，所以呢，在后期做的时候，这个就是这方面会花费很多的时间。我们这个测谱的时候呢，测谱的条件呢，主要是还是用了这个碳18度，就是也是用 Waters 的这个 pH 碳18度。用的是乙精和0.1%的甲酸，然后作为基底起托，然后来进行的。总体情况还是比较好。在38种都是用 ESI 证就可以过了。然后呢，整体情况还不错。我们最后来说的话，得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取谱的一个优化的条件。就是在因为我们也是在膨胀采取的，然后在母离子、子离子和膨胀两类块，然后最后就是优化了一个条件以后，就是进行一个降条件。但是这个加我们已经就是发表了一个相关的文章。然后这个是我们当时做的谱图，就是做了一个五个 ppb 的一个加标的一个色谱图。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38种的话，有的通行性不是特别好，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要
我们所有的方法要照顾到这个整体的一个整体性，所以有的康复性是很善良，总体来说还是不错。来说的话，大家会说到减脂线来说的话也是很低的，完全可以满足需求的。我们回收率都是在大概是在68到120左右这个水平。这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做好了的方法。对，我们大概回收率在68到117左右，然后减脂线呢就是有的减脂线高一点，大概是在0.01到5毫升每公斤左右，这个是比较低的了。之后呢就是我们还是用我们这个方法抽取了我们全国十个省市的这个新鲜乳来进行了一个验证实验，来摸索了一下。之后的话呢发现就是说这几类的，就像这个EPA类的，这个雌肉酮类的，这个磺胺类的，色氨素、大环磷之类的，还是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检出。检出的这块值呢基本都是在这个情况我们拿它，因为我们做日常的监测来说哈，用一下这个方法来做。下面再给介绍一下，就是那个年度我们其实是做的就是在镁碱毒素检测方面的一个应用。因为镁碱毒素的话可能近些年大家那个就是出来的镁碱毒素可以都放到大家的眼前了，因为之前的就是蒙牛的这个买的黄金就是超标的事件，但大家就一下子知道镁碱毒素是什么东西了。目前来说呢，镁碱毒素吸收的来源呢主要还是来源于饲料，就是饲料发霉的现象导致它来历有相应的这个镁碱毒素的一个残留或者是代谢物。这些镁碱毒素目前来说的话呢世界上大概有200多种，但是呢毒性比较强的话这个并不是很多。主要就是有这个黄体霉毒素、赭体霉毒素啊什么的。大家可以看就是不同的这个我们控制好饲料来源，其实可以基本上来说控制好这个人在中药黄体霉毒素的一个含量，因为这个人不会去加它。黄体霉毒素来说的话呢为什么会导致这个产奶量降低呢，就是我们其实都是不希望它存在的，它主要还是要攻击肝胆，然后一般来说是那个消耗率下降，最后导致产奶量要低的。这是我这个也是这不是我们实验室做的资料哈，就是我也是找了这个其他老师的一些资料。这个奶牛中镁碱毒素的一些限量来说的话，就是指饲料中的这个限量哈。我国来说一般就是只限定了这三种，就黄体霉毒素、赭体霉毒素和乙酰丙烯酮。但是美国和欧盟来说的话，它的其他的这些镁毒素上还是有些限定的。所以来说的话呢，一般来说，镁碱毒素一从直接性来说的话，它有直接性的一个暴露啊，它也有很大的一个危害。因为它同时对于我们普通人来普通人来说的话，主要还是一个间接暴露，主要是就是奶牛吃了这个饲料以后，间接的在奶牛有代谢。所以呢，综上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是选择乳中，因为现在我国国家标准中对乳中的镁碱毒素只有限定的黄体霉毒素 M1， 但是我们同时关注了就是赭体霉毒素 A 和乙酰丙烯酮和阿尔法乙酰霉烯醇啊这几种，就是用我们通过查阅一些文献，然后这个得出来是关注了这几个。从镁碱毒素现在检测方法来说的话呢，还是比较多的，像这个罗城色谱、印象色谱、气象或者说都有。当然，直谱现在做镁碱毒素的更流行更多，但是它各有一些优缺点。我这个相关上国际上的相关的这个文献或什么的也是很多的。从参考的标准来说的话呢，从我们关注这四种镁碱毒素来说的话呢，我国的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一些这个标准，但是同样和这个38种饲料一样，就是目前来说所有的发表的文章也好，还有说这个标准也好，都是同类的这个镁碱毒素，就是说 M1、M2、D1、D2、D2 这种都同类的，没有说这不同类的这个镁碱毒素能一起检测的。所以我们针对我们关注的镁碱毒素来说，同样就是开发了一个这样的方法，就是用六个联用仪同时检测你产生的四种镁碱毒素。再来说的话呢，这个同样来说我们取了这个两份牛奶，不同时间的是牛奶体验蛋白啊。最终的以后这也是我这个相关的文章我们也在那个Food Control 上面进行了一个发表，就这个方法已经进行发表了，然后就是这样来做，然后最终来说的话是也是用的是 SLB 素来进行进化的，最后是用了那个 LC++ 来进行测定。
这个柱子同样还是用了38，然后我们用的是甲醇和1%的那个甲酸来进行那个测定的。质谱的参数来说的话，有供大家也来参考，就是主要是我们在这里面零度数的话呢，有三种用的是那个亚三素，然后像黄体酶三分一的话用的是亚三肾来做的，这个是它的一个汞离子流图，然后这个大家来参考一下。最后来说的话呢，我们在做标准比赛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外表法的定量的，因为没有选用同期的内标，因为内标也比较贵。但是我们在做标准比赛的时候，我们采用还是一个基础标准的一个标准比赛，用了那个生乳和这个液态奶还有奶粉做了一个基础标准的一个曲线，最后的精密度、重复性和这个检测线都还不错。最后回收率是在89%-119%之间，那么检测线大概在1.2克每公斤和5.2克每公斤之间。因为我们国家对这个的限量状况，黄体酶不是安利一的话，限量是在0.5个微克每公斤之间。这个是完美能满足一个风险预警和评估的一个作用，也远不低于我国目前的限量。同样来说，我们在建立好方法以后，同样是从我国的，就是从我们北京的超市和连锁商店。还有就是从各个牧场采集了这个的射线乳的样品进行了一个测定，然后来看看就系统性的是一个什么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还是都各有程度的一个检出，可能还是安利一的检出要稍高一些，但是呢还是很低的，远低于欧盟的标准。欧盟的标准是0.05个微克每公斤，我国的标准是0.5个微克每公斤，所以还是很低的，这个影响性是很高。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在用的是 CCMAX 在测定碘中的一个应用。因为碘来说的话，大家可能之前对那个碘有多大的一个危害，其实碘的摄入量高的话，这个危害目前来说还是有的，还是很大的。而且之前的确凿的这个碘超标的一个事件哈，也引起大家一个注意。目前来说，奶制品的话呢，在我们这个饮食中跟比例逐渐增加，然后呢控制碘含量呢，这也是目前很多大的企业呢做了一个风险评估的项目，就是说，因为他不知道，因为我们的所有配方奶粉里面都会强化碘啊什么的，但是他并不知道碘的从生乳来了以后一个基础数据是个什么样的数据，如果基础数据他并不知道，然后不强化碘的时候啊，就会很容易造成碘的一个超标的一个情况。目前碘的一个来源哈，对于生鲜乳来说，主要是在饲料、水和空气这个三种途径，还有一个目前来说认为是个很重要的，就是在进行乳头药剂的时候的这个碘的来源可能性就比较大。目前来说，大家认为在这个环节引入的碘跟碘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挤奶的话，它是有程序要求的，就是药浴，然后擦干再挤奶，或者怎么挤完奶再药浴。然后我国的这个婴儿复方乳粉里面，这个 GB10765 里面的话，它明确有规定，碘的这个要求呢是在2.5到14个微克每100的千焦这个水平，大概就是在30到150个微克每100克左右。如果我们把它折成，如果啊它这个奶粉还是用生乳来的，其实倒是也不一定，大概生乳中的这个碘的含量要在3.75到18.75个微克每100克之间，也就是说它是不能超过18.75的，否则的话它这个做成奶粉呀很可能就会超标了。那目前碘的测定方法来说的话啊，可能大家更多的知道的是这个离子测谱用电脑检测器来做，因为现在这个是离子测谱的一个专长。但是呢它的检测线可能并不像我们现在国家方法的测谱这个这么 UCP 这么灵敏。还有的话呢，目前来说做的比较多的很多文章现在也在发现离子测谱连 SCMAX 来做，但是呢这个同样和离子测谱有一定的这个相关性，但是 SCMAX 其实做碘也并不是很擅长。像 AOC 的话呢，它目前现在的方法用的是液态测谱的方法来测的，它同样是用液态测谱连的一个电脑检测器来做。目前我国的这个 CD513 这个碘23里面的话呢，要求的是用液态测谱连 UCP 检测器来做。目前的检出线的话呢是2个微克每100克。其实来说的话，因为 ECB 很擅长做这个乳素的这个化合物，所以呢它的吸收倍数其实很大，我们这个标准里面吸收倍数很大的，但是同样能做到这个100个微克每公每这个100克每2克的这个2公斤克的这个水平，所以很灵敏。我们在这个方法的基础之上哈，这个因为用 ECB 检测器的话呢，目前来说的话呢
我个人倒是觉得大家操作器具的这个人员越来越多，这个 ECG 可能能做的起码以我们来说好像是做器具用的越来越多，然后因为 ECG 大家就不太愿意去用了，然后呢我们同样来说的话呢，根据这个来说同样做了一些转换，就是把它做到一个就是机器 MOS 来做的一个水平上面，然后同时比较容易操作。前处理方面我们同样是借鉴了投标的一些方法，然后只是稍稍进行了改善，然后基本上是没有改变了，只是在机器背上上我们最终的时候不像国标的方法是那么大的地方，我们最终的时候是会很小，我们用1毫时甚至完七期以后直接就可以用机器 MOS 来测定了，然后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用恢复杠5的这个速度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监测离子呢就监测了198 155 169 127这个离子，用198来定量，同样是用外观法来定量就可以了，还是很好做的，就是对于机械中还是很好做的，这个检出线加上回收率都是完全可以满足的要求。而且我目前来说，当然我们现在浓缩了一下哈，就是定量线还是做到了这个三个维度每100克的这个水平，和计算分子 ECG 的话基本上属于一个水平，我觉得还是很不错。因为在做这个之前，因为这个方法来说啊，不像我们很多的原创的东西在里面，查了一些资料的话呢，给大家分享一下，主要是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衍生的时候，之前很多，因为我们也做风险评估，很多相关的单位也在做这个东西，经常跟我们说，这个做点的时候特别难做，就是因为衍生的时候一次高一次低，就是很不重复。然后呢主要来说的话呢，最后我们觉得还是主要有几个重要的影响在里面。第一就是那个酸度的影响。目前来说的话，因为做点的卤袋的话呢，用铜来卤袋的话，在国际上现在已经很认可了。像丙铜、金铜，现在还有这个说甲基金铜、陆铜什么的，都是可以来做这个衍生试剂的。但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但是呢，这个是我找的，就是你的来自福建的一个老师做的一个图。然后呢他就是说最后他做了一个这个那个发现，就是说硫酸的浓度，这个酸的浓度对这个不同衍生的一个影响，就大概如果我们用金铜二金铜来做的话，大概这个硫酸的浓度要到了0.3个摩尔每升的这个水平，然后做的就比较稳定了，但多的好像是也没有什么影响。然后我们在实际应用中也会发现，这个硫酸的量加多了没有影响，但是加少了是有影响的。同样在反应时间上来说的话啊，这个如果用二金铜的反应来说的话，大概10分钟左右的话，这个反应就能稳定了，基本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我们做用其他的铜来做啊，比如说丙铜啊，这个钨铜啊什么的，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像钨铜的话，大概要5小时之内才能稳定，但是我们用二金铜的话，基本上是这个20分钟就肯定可以了。国标是要求20分钟，低于10分钟左右差不多少了。但是钨铜来说的话，如果用钨铜来衍生的话呢，它的响应是相当高的，就是但是它的时间是太久了，基本上现在我们可能这也是国标考虑的一个方法，考虑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用二金铜。最后来说的话，从质谱图上来看的话呢，它只形成了一点带的一个铜，并没有形成像我们原来一就是原来很多文献有报道，或者说这个四氧化氢的浓度多了或者少了，酸多了少了，就形成二点带的这种情况。一般来说的话，从所有的我们在做的实验里面，就是把浆水的量增上去，还有把这个酸的量增上去，都没有形成二点带的这种情况，基本都是形成的是一点带。所以我们在监测的这个离子方面的话，也是采的就是它这个两个一点带的构体，然后呢还有一个分子离子分，然后来进行了一个定量。再给大家就我时间太长了，再给大家那个介绍一下，就是质谱在我们脂肪酸检测中的应用。因为脂肪酸的检测呢，大家现在好像是不太注重脂肪酸，我觉得哈，就是说因为现在国家在各个方面都不太涉及到安全指标了，这个不太涉及到就是营养指标的一个什么情况。但是我觉得脂肪酸检测，我们实验室多年来说的话，因为我们也做一些脂肪酸代谢方面的研究，就是说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牛奶啊，它主要的这个里面这个组织形成里面就是脂肪、蛋白、乳糖，但是你看其他的所有的东西，这个量都太少太少，不足以对它，就是说它的营养主要的东西啊，就来源于脂肪和蛋白。脂肪和蛋白的，我们现在
从我国目前各种情况来看，大家还主要注重的是脂肪是多少啊，蛋白是多少。其实脂肪里面，乳脂肪里面，并不是说乳脂肪，它要看是哪一类的乳脂肪多才是好的。所以，对于牛奶的品质来说啊，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品质。如果我们抛开安全的角度来说，到品质角度来说的话，乳脂肪和乳蛋白的这个含量和组成才是我们牛奶品质一个最终关心的一个指标。目前来说的话，像我们国家多年来说的话，说明西安事件呀或什么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我国的一个优质乳的这个水平不行。你看我们现在的话，这个婴儿复方乳品80%也是外国国外品牌。像三聚氰胺事件的话呢，主要还是因为养殖的水平不行，导致了它这个养的牛啊，这个产的奶啊，这个蛋白就不高。当然你还给它定了一个很高的乳蛋白的一个收购水平，毕竟的话就会有人铤而走险，他说你加一些非蛋白类的一些物质，所以这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一直来说提升牛奶质量就是要提升乳蛋白和乳脂肪。那乳蛋白和乳脂肪的话呢，主要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活性的物质，就是总第一乳蛋白的和乳脂肪的一个活性的物质。第二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些活性的物质是怎么来的话呢，主要是通过它吃什么来进行这个饲料的一个组合。目前来说的话，从营养，就是对于这个牛的营养调控来说的话，这个从普通的如果是饲料组合配比不是很合适的话，它就会乳脂肪和乳蛋白的这个含量很低。所以我们实验室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的工作，也是经过让这个牛的这个胃叫牛胃，要对牛胃进行微生物的一个调控，还有组合一些饲料的一个水平。最终来说的话呢，调节它的代谢机理，通过研究它代谢机理，最后提升乳脂和乳蛋白的一个含量。像这个脂肪含量来说的话，像我们实验室主要关注的就是因为做营养调控哈，主要是来说，就是说这个中短链脂肪酸、长链脂肪酸，这个还有长链脂肪酸对乳脂合成的一个限制性，还有一个就是乳中的这个脂链脂肪酸和激素的脂肪酸。因为目前来说，大家可能更多知道的都是什么异脂酸呀、这个亚麻酸、亚油酸啊，这种脂链的，就是没有分叉的。现在其实更多有生物学意义的，还有一些脂链的这个激素，还有这个激素的脂肪酸。目前牛奶中的脂肪酸呢，这个报道来说大概是有400多种的，它主要就是分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从理想模式来看的话，有学者提出理想模式来的话，理想乳脂肪在三类的这个脂肪酸含量应该在8:82:10这个水平的。实际上来说，目前的我们的牛奶大部分在25:75:70:5的这个水平。所以呢，就是说单不饱和脂肪酸要低的，可以从理想乳脂模型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要增加一些单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对于就是它是有一定的生物学意义的。我们在进行脂肪的这个 TISHMASH 的进行这个脂肪酸测定的啊，这 FAME 的话，就是我们进行的甲酯化的一个，就在碳基前性做的是甲酯化的东西来进行的测定。其实国标上来说的话呢，做的是就是用的方法是用 FID 检测器来做的。其实 FID 来说测这个脂肪酸来说是测的很好的，我们实验室长期的方法来说也是用的是 FID 来测的。但是呢，我们在一些科学研究或者一些类似脂肪酸的发现，或者是说这个上面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呢，用的是直测的方法来发现它一些我们之前没关注的。然后但是最终形成的方法以后，我们都是用的是 FID 的检测器来做的。因为对于常规脂肪酸来说的话，它含量也比较高， FID 就是很理想了。处理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和高标的方法有一点区别。我们就是取了2毫升的奶量以后，我们不用再提取脂肪什么，我们直接就是用正经丸形醇提取一个脂肪以后，把所有碳氢转移出来，用1000粒甲醇来进行酯化，然后呢90度60分钟，用正经丸提取到能进入到10毫升就可以测定了。在整个这过程中的话，有个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用碳十九来做内标法的，就是做内标。因为现在有些文献来说的话，它用的是碳十七做内标。我们因为碳十七的话，在牛的脂肪里面，大概如果进入到10毫升的水平的话啊，碳基特定的大概在10毫升左右，就是用碳十七就不是很合适。但是碳十九来说，因为它是属于牛奶里面基本没有常链的这个基础脂肪酸。所以碳十九的话在牛奶里基本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用碳十九来做一个内标来测定。
同样一个方法来说，大家还可以选择用脂肪作证的方法，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测定的这个三十四种脂肪酸大概占总流食率的 90% 左右，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校正。但是我们目前来说国内的方法来说的话呢，是做也是做的是百分含量限制，就指的是各个单独脂肪酸占总脂肪酸的百分含量。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目前来说跟我们的应用来说的话做的是绝对定量的一个方法，就不是占百分含量。然后这个方法来说呢也比较简单，就是目前来说市场上有三根柱子做这个脂肪酸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是安倍伦的4588的，还有这个新马公司的一个斯方库的 SC2560 的 SC100 我忘了是哪个公司的，这三个这个柱子都是可以用来做这个常见指数这个多混合多脂肪酸的检测的，长度来说的话呢选择100米和120米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影响，都是可以的。然后呢载体来说的话当然用机器要比用氦气好，更比用氦气好。因为我们质谱也用的是氦气，所以我们目前现在检测的话就 FIT 检测的时候也用的是氦气，所以它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较性。在室温的时候我们就采用的是120度恒温10分钟，然后用 1.5 分度每分钟升至230保持30分钟就可以了。然后整个过程是用100比1的分流进行了，然后又恒压200兆。然后这个基本上这个方法已经是我们都学习做了近10年的方法了，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方法。然后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 RFID 检测器的一个质谱的一个图。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可能大家做的图基本都是这样的，能做出来这么多的脂肪酸。但是需要注意的时候是因为之前也有很多人问过我脂肪酸这个。就是一个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就碳481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积分的时候大家就需要注意一下，基本上是这种情况的。因为你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柱子，什么样的载器，什么样的这个温度，基本上这块都是分不开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块地方就是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最高峰这个地方是这个碳十八一，叫肾酒碳十八一。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啊，像这个就这一片都是碳十八一的一个体，像这个碳十八一到71碳十八一是我们先生目前比较关注的，但是在国标的我们国标的那些就是买的37种脂肪酸里面是没有这个，就是我们后在这个基础上添加进去做的一个标准方法。这个就是 TCE， 这个我们叫它就反式优酸，它是合成我们后面有个混合亚硝酸一个一个前提，就是在流位转化过程的一个前提，我们希望它很高的，所以呢这是因为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个辅助，所以我们是需要它的。然后这个是那个这个是 T9 这个方面，这个是肾酒，这是肠酒，所以呢这个风险比较小。大家可以看，因为很多后来有人问过我，就说他说总在这块是分不开的，我不在这是分不开的，你要是就是靠经验你自己他把它给反开，这块就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呢同样也是个问题，这块就是这个碳十八三，这个高的分子是碳十八三。同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红，这个是我们现在经过调控的牛奶特有的一个红，这个红是一个叫混合亚硝酸，叫 C9T11 一个混合亚硝酸，它具有一个抗癌的活性，是目前我们在牛奶调控中我们实验室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给它喂不同的东西，最后把它这个东西调控，人类再给调控上，就是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个碳21，这块的风险其实就是这样的，这块的话就是也经常会有人这个低跳风，但是普通的牛奶里面，这个普通牛奶里面，这个风的含量和这个风的含量都是微乎其微的，都是很少的，这个风也是微乎其微的，就基本上没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因为通过一些牛奶调控把它给调下来了，所以这个风就展现成是这样，但是大家在低温的时候可能需要注意。然后我们在方法摸索之前呀，就是原来就我们做方法之前。对每一个色谱来说的话，我们需要进行这个脂肪酸的一个定性，然后我们同时最近用的是 CCMAX 来定性的。CCMAX 来说的话呢，我们用的是相同的色谱度，只是在 CCMAX 上和这个什么上面和 GC 上面同期比较，这个 CCMAX 上的分离度，就是包括我说的这个分离很乱的这个地方， CCMAX 的分离度还是要相对要好很多的，起码就是变成干涩的风了。但是如果我们从做，如果就说这个分析员如果是很熟练了的话呢，我觉得用 GC 的话也是完全能做出很好的分的。用 GCMAX 来做的话呢，就是我说的话做脂肪酸并不是很拿手，因为这块全是同源构体，所以
就以这个 PC1481 来说的话，它搜索出来的谱图的话，因为它都是相同的异构体，所以你根本分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最终的情况，我们只能用机器码来做出来一些我们感兴趣的可能性的解方程，最终的定性还是要拿这种物质然后来进行一个核实才可以。同时我们这个方法还可以做知了解方程和奇数的这个知了解方程，还有 SO 的这种解方程，然后这种是目前来说用同样的方法，只不过是我们常规解方程定到10毫升，这个定到1毫升就可以了，要浓缩一下。这种是目前国际上报道的热点，就是和牛奶中的一些活性解方程，目前我们也是用这个方法来做。这个 PPT 就讲完了，谢谢大家。